杨帆，你知道吗？下一位选手我是为你而推荐的，那么贴心。哎，大家都知道杨帆，东北小伙，号称东北第一帅。2018年最后一期节目，我给你选的这位选手被称为中原第一美，来配东北第一帅，掌声有请张小英。 老鹰抓小鸡儿的感觉呢！哎呀，我终于见着你了！这样，来，您到中间来。我逮着你了，活来了呀！你说，哎呀，我经常在电视上看见你，你说你这恁整的恁带劲了，你说，哎，你这东北第一帅呀，我看了，你除了中原第一美，能配得上你？哎呀，其实。 阿姨，奶奶不是，这，没错。看姐，姐，我没有那么帅，我长得就一般般。咦，我喜欢死你了呀！哎呦，老天，你看我，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多漂亮了。不是，您看看，你这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咱们不般配。你往那边看看，那老头多适合你。看你，我年轻的时候长得漂亮啊！我年轻的时候那是柳叶眉，丹凤眼，樱桃小嘴儿。 一点点，关键是岁月不饶人了呀！你都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啥外号？什么外号呢？外号是十里香，八里翁，老少见了狗掉魂。我只要在那前这一走，后边跟着成群的。哎呀呀呀！是人，不是苍蝇。哎呀，你还挺自信的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搁大街上一走，街上的人只要看见我。 那兔我都扭了三八二十五圈看我，天，三八二十五嘛，三八不是二十五？嗯，三八二十五。二姐，二十五，就是嘛。那平常人都说三八二十四，我是三八二十五，因为我长得漂亮，人家又赠送一圈儿，比漂亮多一点。哎，多一点。你看我这有没有惊艳到你？ 啊，这个大辣椒看的没有是吧？我来考考你啊，你来猜猜小英，中原第一美，她的职业，到目前为止，那还用猜吗？长成这样的，除了媒婆还能干啥？是不是媒婆？他想要跟你说媒婆行了你。对呀。哦，你说个媒。对，您说您那么漂亮，家里什么闺女可以给我介绍介绍？ 哎呀，那有闺女啊，就我把你将就点吧你。好，小英，来给观众打个招呼，好吧？打招呼。那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是来自河南郑州的张小英，我是一名戏曲彩旦演员，擅长演戏曲小品。 我曾荣获过中国戏剧、小戏小品奖和中国戏剧红梅金花奖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没有惊艳到你是吧？我也来一个，惊艳到我，来一个，我来一个比较有魅力的吧。好，你听着啊。好，刘大哥讲话。 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哇哦！别看我今年快50了，不是，快50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看看，哎呦！我再给你来点猛的吧。来，我来点猛的。猛的。 猛的叫啥是猛的不知道，就是可爱的，猛可爱的，不是可爱的，是反面人物，白脸奸臣，是真的猛的，凶猛的猛，凶猛的，我以为卖萌的萌呢。就是，穆桂英挂帅上边，好，王强点兵，恁俩给我挡住兵，向魏军，教场点帅旗，余者，啊，恁俩得配合点，喊。
棒了，哇！好家伙，我们找不着那个点儿，不知道在哪儿很好。萌不萌？萌。用来简称什么呀？啊，简直就是您的真实形象的再现呢。你说的我长得就像奸臣，谢谢夸奖。哇，真棒啊！您是来自河南省豫剧团。我是来自河南省曲剧团。啊、哦，河南省曲剧团。对，所以您以前是曲剧演员是吧？哎，对，原来呀、啊，我就是我爸爸妈妈都是剧团的。嗯。我几岁就会唱，从小就受家庭影响吧，就会唱。到九岁的时候，这一次我终身难忘，就是我在，爸爸拉弦的嘛，嗯，我在那坐，有一个演员在那唱，因为他唱的那段戏我会，他唱错了，我说爸爸他唱错了，我爸啪一声，就在现场，就在现场。啊，扩音就扩出去了，哎呀，那一次我终身难忘。他喜欢啊，他投入，他身上就有一种魅力啊，到现在小英都有点像在戏中人，对不对？他还在戏里面，他很享受。但是你刚才也一不小心透露了，都是要奔15的人了啊。对，为什么要来报名挑战我们这个舞台？你也是一名职业的戏曲演员。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呼吁一下大家，爱上戏曲。最主要是知道戏曲里面有个行当叫彩蛋，它和其他的比如说花旦呐、啊，这个区别在哪里？啊，不一样。嗯，它是丑。哦，它是女丑，有男丑，哦、有女丑。所以会有很多的喜剧表演在里面。哎，对，嗯、就是幽默滑稽。我希望啊，就是年轻的朋友能够。多关注戏曲，支持戏曲，也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加入到戏曲这个大队伍中来，给戏曲输入些新血液，嗯哼，充满活力，让这个戏曲更好的传承、发展和弘扬。谢谢大家。真好，我相信老爸看到这一幕会很感慨啊！我们说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传承发扬最好的方法，其实就是在舞台上的展现。对，让大家觉得您是榜样，向您学习。哎，不，我们期待着您接下来精彩的表现。准备好了吗？这个100秒是吧？100秒，我先刚才唱的是反面人物，就是白脸奸臣。对。后边100秒，我给大家唱一段正面人物，也就是包公，就是10个朝廷命官。担保包公到陈州查贪官那一段，下陈州使包官，怎么样？好，还是愿意看你反面人物。来，小英，请说出咱们的口号吧。来吧，是君子总会发光。耶！请转身。请登上黄金大舞台。请准备，黄金100秒计时开始。应天龙鸣。救命女
挑战成功。金光闪闪亮，祝贺，来上舞台，怎么样？祝贺我们的中原第一美。谢谢谢谢，非常精彩。嗯，来我们看一看观众的支持票数。哇，129票，厉害。杨帆，等等，这次把项链给我。哦，最后再颁发这个项链，给您一个特别的奖励。抱他一下。东北第一帅和中原第一美还是得拥抱一下。但是说实话，小英啊，特别。哎呀，死而无憾。刚刚那100秒的时候，杨帆不断的在台侧说：“您是好演员。”没错，这100秒的成功，既有咱们中国传统戏曲的魅力，我觉得有您一半的个人魅力在里面。希望您加油。这是我们的心意，也是我们的祝福，加油，小英。这个这么珍贵的项链，回家我要送给我最敬爱敬爱的妈妈。啊，老妈妈今年高寿？我妈妈今年76。嗯，我可惜我爸爸不在了，已经3年多了，现在就剩我妈妈，我家的老宝贝。我希望我妈妈看到这个电视的时候，我对你说，妈妈，我爱你。加油。